居然有啊，有啊，有用！开回来一辆了。现在这边还有一辆，我们来掩护它。有有，好像到了。那我去抢，我再去抢。掩护。哎、欸，赢了，赢了。赢了吗？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Nice。看来就说我们会赢啊。哦、Nice。哦。哦，七千。开回来一辆。七千。Yes。七千。呀。哇，可以买房，可以买房了。我们超猛啊！哦，第一名是他、啊，他长得什么秃头？我不晓得，我们全部都他还弹鼻屎，他长得好像许纯美哦，还是法拉利姐？深蹲下去减肥照，我好歹有一个急刹术，阴风吹进我的洞，厉害厉害，七千块就这样子轻轻松松，不错啦不错啦，不错不错，赞，对啊，这个强一个，再玩哪个任务？一样吗？那个取得目标？好好好好，他是要抢旗帜的哦，空中制霸战。取得目标、哦，嗯，取得目标，好、哦，来试看看，这个还蛮好玩的啦，感觉啦，因为我没玩过。有啊有，他说抢得旗帜持有20秒就获胜。团队合作就没问题了，我们对团队合作 OK 的啦。对啊，你们的强项就是抢东西，好不好？是，我们就喜欢抢东西是不是，偷东西跟抢东西，我们就是要来抢。没错，杀人这种事情我们有困难，我们心太软了，我们只适合抢劫。神偷，因为我们叫神偷团队哦。OK OK， 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分他同一队，应该会吧？他队我们都没有什么跳啊。对啊，是因为队伍平衡关吗？我们刚才一直都有开不是吗？哦，按开啊！啊，大家都被我们吓跑了，吓跳了。哎，输的怎么了？哦，要跑吗？他不敢玩啊！想说你们那么强，跟你玩就好了，不爽，连输三连，连输三场这样子。可是明明他们才输两场啊！对啊，现在有现在有三场关键场、啊，有曹哥，现在才七个人，没有不是偶数。对啊，加进来啦，加进来啦，大家。要多尝试你们才有机会获胜呢、啊。现在偶数了，要开始。当初我们也是输十个、十二个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我。16，现在说几个？巧克力不合群啊！你看，你看你的那个名字后面。哦，可以了。等等结束就去加加。O P C W， 大家都因为方位比较快啦，叫做比较好标、啊。我们叫神风特工队哦。神风抢劫队。神风抢劫队什么东西？就是用死亡，然后把车慢慢的往前送，然后。把车轰。好。哎、欸，有人四级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他一定会在敌对。他刚才刚创是不是？刚创吧。KSTV。那、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我跟你这样呛，太呛了。等级。哎、欸，他走掉了，他被你呛走掉了。对不起。要把他呛走啊！对不起。没有人比等级更低哦。求求你回来。这样全部人都要呛我了。没有等级更低哦，他为什么要这样跑？不知道。No. 没有啊，还没有。好吧，真的是。看一下、喔，有加入了，加入了吧？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 pass 了。后面开始啊，放弃了，等下一场来了啦。哇，我们就已经证明给大家，等级不是一切。看我们九等十一等还是可以获胜啊！哦，真难得，真难得，难得今天赢这么多场，我有点不习惯呢，老弟。明天会不会下雨、啊？你要早点习惯啊！我有点不太习惯，通常我都是跑最后一个啊，被人家开枪打死啊。虽然今天也是被人家开枪打死。杜兰特。也启动战局好久，是不是里面有人不合？应该是，不然地图可能地图比较大吧。嗯、好大大的颜色。我应该趁有时间的时候，应该要来删好了。哎、欸，开始了。音乐突然停了。哎、欸，在启动站里，又音乐重复了。
这怎么下单？哎呦呦呦！哦，来了 ，nice， 取得目标。这也太猛了吧！哎，分四队，太多了。我跟谁同一队？我看到好像是你同队，跟谁队？跟谁队？哎，等我又要自杀了。他跟我同一队自杀了。等一下，我是哪一队？太雷了！我忘了怎么看。队伍一是自己的吗？我是队伍四啊，蓝色的。我们也是队伍四。怎么看？就是蓝色的，显示蓝色。要怎么取得？哦，抢是不是？怎么抢？哎，我爆炸！抢怎么抢？我也爆炸了！每个在自杀。哎、欸，我忘记哪个是发射飞弹了、啊。哪一个飞弹？要怎么抢？要下飞机吗？哎呦，我的翅膀掉了！我躲过一个飞弹、啊，我又躲过一个飞弹、啊。我是开飞机抢那东西耶、欸，好难的感觉哦，还蛮困难的。哇、哦，超难的、啊！哪里啊？这在玩什么？哇塞，这样秒的，空中一堆飞机啊，超多的、啊。嘿嘿，好晕啊！要怎么射？镭射炮导弹。要怎么抢到啊？出来了，我发出炮弹了。暗插发射啊？对的、啊。哎呦！哦，被人打。中了，被中了在哪里啊？我找不到啊，根本就不晓得我在干什么，莫名其妙就被射死了。不行，我现在因为我看他们已经拿那个三分了。好、哦，找这边，哦，要取得15秒啦。我懂了，啊、取得30秒就可以获得一分这样。哦，看到我是哪一队的了？我是第四队、欸，我是第四组哎、欸，你是第四组。哦、我躲过两个飞弹，飞地。等一下，是不是很难操控啊？超难的啊！我现在到现在都还有障碍。哦呦，有人直接拿开飞机撞我！我靠！被打掉了，又躲过一个飞弹。哦，我莫名其妙，我们这队有一分哎、欸！我要射人啊！我都没……为什么莫名其妙这边射死了？那个不是我们的，我到底是哪？哎、欸，好难哦！真的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为什么我都射不出什么东西？哦，射出来了！镭射炮不要，导弹。那个人一直这样子折返跑，有，我躲过。我应该是直射的吧？又要射我！为什么一堆火箭都跑我这里？因为我在射你啊！你射我干嘛？我没有射地呢。自己在干什么？我自杀！哎呦，自杀了！好难哦，这游戏太难了，超难的！我现在是被他锁定，你们赶快救我啦！骨架！不同队，我干嘛？啊！因为我听到滴滴滴滴滴滴的声音，然后我就不敢一不敢直飞，你知道吗？我自杀了！哇，各种火箭啊，有点三台最嗨，有没有？哇，这个好帅哦！看特效，最嗨不能复活吗？有，可以。我要乱射，我就看到一堆在荧幕上面，哇、哦，又被射到了！你们以为只有你们会射吗？我也会乱射啊，大家一起射啊！你们有没有要抢东西啊？有啊，那个地图上面有一个啊，你要抢到它之后，然后就是不要被别人打爆，你就可以获得分数啊。我到底是哪一队的？我还要再看一下。哎呀！你轰我干嘛？哦，对哦，你跟我敌对。对啊，我轰你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感觉都我们哎、欸，完全抢不到啊！赶快闪！哎呀，爆炸了！
闪避爆炸，好难哦！在这附近，我刚才差点跟人家在一起。要躲过一堆暴民的攻击，真的超难的。真的，我们一定要努力达成。哦，好像刚刚射到一个。哎呦！完蛋完蛋完蛋！不要拿枪！拿枪！拿枪！完了！哇、哦，有点手，有点手，拿枪！连杀连杀！哦。那个人快赢了，那个人快赢了啦！红队快赢了。红队真的有在玩哎、欸！我完全就是输了而已。不准赢，不准赢！给我死！赢了啦，赢了啦！哇，结束了。为什么我队伍里面都没半个人啊？我有1200哎、欸。是我队伍都跳了吗？该不会你的队伍只有我吧？我队伍好像只有你哦、喔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不是什么队长吧？所以你有拿到一分是吧？可是为什么还是赢家啊？欸、你赢家哎、欸！莫名其妙赢了，为什么赢家？根本没有巧克力。可是我刚刚为什么你 OP 圈的我看到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可是我前盖是拿输家的钱啊。我看一下，啊、我们是这个不好。刚、刚我跟老平，我按错、啊，我要是要重新评分，我按错了，我击杀5人被杀6个人，1725，没关系，我们赢秋风那一队。谁？好惨，喜欢。原来我是蓝色这一队的哦。已退出一队，已退出。好难哦，这个这太难了啦。这不好玩，这不好玩，下一次不要选了。这一局太困难了。好迷宫突围吗？要不要迷宫突围？不是小岛大逃亡吗？这个也可以啊，小岛大逃亡 OK 啊。这个是什么？可是它是三支队伍哦，它怎么样？它三支队伍在打。没问题。队伍，三支队伍不是很刺激吗？偶尔也要不同的。刚刚都四只啊、四只根本就大乱斗啊！对啊，我刚才竟然也有炸到人呢、欸。我聊是一直在聊什么鸡排啦、泡面啊、羊肋排啦，没有炸鸡块啊，不用把这些影响到我们。这样好过分哦！你越讲我就越觉得有点过分。对啊，不要影太过分啊，老弟不要讲出来好不好？他们在影响我，没办法，我只能那个啦、啊。你不要影响我，影响你，你的观众影响你，我的观众没有影响我啊。对，不行，我要让他们影响我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传染过来。不要啦，对，不要传染过来。统一布丁啊，不要搞了你。塑化剂啊，塑化剂啊，好吃啊。从小我们就吃塑化剂长大，我有啊。长大之后就没有小鸡滴。我失去连线，你们先打好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要重新连，再要一次啊！没关系，我等你啊。重新连很久了。你是哪边失去连线 ？GTS 失去连线。GTS 失去连线。不然就先回大厅，回大厅啊。来，你们先打一局。我先回大厅啊！我先回大厅。他们每次连都要连很久。等你啊，等你没关系啊。哦。回来了。我正退出战局，有一个人站在我旁边呢。是我吗？不是。重新读取中。那我可以拿拳头打你吗？拳头打我，来啊！你打到我现在就还在天空飘嘞，怎么打、啊？哎、欸，我这战局里面没有人。啊，加我战局，加我战局。哇，我有6万多块嘞。我等一下存一下档。哎、对啊，我们刚刚那样其实都赚了蛮多钱的，赚大概2万多块。哎、今天应该就真的可以8万了。今天可以8万，可以买一个小公寓了。公寓啊，房啦，买房啦！你要买房、炒房、炒楼。就比如说，这台电脑够不够啊？人生第一个房子，6台够啊，就6台吧。6台啊？那明天要去吗？明天要去吧。我可以啊，可是明天我不能太晚，因为明天我晚上有案子，所以说没问题啊。看明天约几点啊？然后我顺便把影片弄完之后，我们就出发。你骑15分钟的车不就到了吗？嗯，就看要约几点啊？啊，他们两个人？他们两个？他们三个人？我不晓得啊，他们要来问一下。来啦来啦、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后天啊，就星期日啊。星期日也可以啊。对啊，那我要先把影片先拍完，因为我这几天都没有什么时间拍片。剪这个就好啦。剪这个啊？这个要看欸，剪这个啊。这个要弄成精华片的啦。剪这个啊，这个超多人看的、欸。哎、欸，这边好多人哦、喔，好多人跟我在一起哦、喔。我先存一下钱。你们先不要杀我、哦，我要存钱，不要趁我存钱的时候杀我，我会生气哦。他们就最喜欢看你生气啊！生气的时候我就会乱砍的。啊，明天后天到的时候，要不要再去买桌子啊？还要买吗？
27 places to watch television. 不买吗？不是已经买三四张了？四张，先把那四张。